я хочу обратиться со словами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 гражданам России.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спасибо вам большое за поддержку и доверие. 普京的胜利陈词，各位好，这方全连线，我是卢晨，我们来关注一下俄罗斯的修宪大笔数的通过。普京有望掌权到2036，届时他会83岁。那俄罗斯的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已绝大多数的赞成结果宣告胜利，也为普京继续在克里姆林宫执政到2036打下了强大的基础，打破现代俄罗斯国家元首统治时期最长的记录。那这次修宪呢，还包括要扩大国家杜马的权利，也使得总理和内阁的人选由之前总统定改为由国家杜马定。那对于 前总统也有司法豁免权，以及增加了公民的福利。那普京致力于要复兴俄罗斯超级大国地位，对内他创新了管理体制，加强总统垂直领导；对外，他奉行强硬加务实的外交手腕。那此次公投也再次证明了普京在民众心目当中一呼百应的英雄情节。今晚风趣连线，我们东方现场莫斯科现场是本台驻俄罗斯记者卢宇光，在纽约现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系主任孙哲教授。 在北京现场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江毅研究员，他就会深入的分析稳坐权力巅峰普京的魔力。一起看看董秋毅的新闻报道。虽然俄罗斯新冠疫情仍以每天6000例新增速度增长，普京还是坚持在6月25日开启了全民修宪公投，结果出炉，他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7月2日公布的结果，在投票率高达65%的情况下，近八成选民投票支持俄罗斯联邦修宪。而修宪内容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俄罗斯总统的任期将从零开始计算，这也意味着2024年彼时已经完成4届任期的普京还能以政治新人的身份竞选总统，更可能执掌大权的2036年，彼时普京将满83岁。 虽然公投中也有反对声，有年纪抗议者讽刺普京是现代沙皇，但无可否认的是，普京的高支持率也给了他继续执政的底气。随着普京进一步加固权力宝座，在国际舆论场上也毫不保留地施展其硬汉作风，特别是俄美角力更加剑拔弩张。俄罗斯和美国连日来多次在靠近各自国境的国际空域拦截对方军机，美国国防部还计划豪掷38亿美元启动欧洲威慑倡议，用于遏制俄罗斯在欧洲的海上军事力量。 所谓明争暗斗，除了台面上的较量，俄媒还有暗自较劲。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俄罗斯涉嫌宣称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杀害美国和北约驻阿富汗士兵。美国截获的电子数据显示，大笔资金从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转移向塔利班相关账户。然而，特朗普否认相关情报的真实性。From what I hear, and I hear it pretty good, the intelligence people didn't even many of them didn't believe it happened at all. I think it's a hoax. I think it's a hoax by the newspapers and the Democrats. 是不是骗局暂且不得而知。不过，中东是俄媒扳手腕的竞技场却毫无争议。7月刚一开始，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三国领导人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了视频会议。普京直接批评美国和欧盟对叙利亚实施制裁，造成人道主义危机。俄美僵持不下，角力是否将持续升级？普京是否会继续追求连任？下一个20年，俄罗斯会将走向何方？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сегодня я обращаюсь к вам. Именно к вам, потому что вы доверили мне высш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ост в стране. 再次证明普京在俄罗斯的地位无人撼动。今天我们请出各方嘉宾做深入的分析。首先，在莫斯科现场，我们的记者卢宇光。好，宇光，我们先看一下，在俄罗斯的宪法公投如此大笔数的最后通过啊，使得普京有望能够连任到2036年。所以我们很关心这样的结果。目前克里姆林宫做出怎样的一些反应？另外，在俄罗斯整个版图来看，不同地区是否有不同的一些表态？ 是的，卢晨，现在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应该是相当的这个开心，可以看到在此次的这个特别是宪法的公投中呢，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就是俄罗斯政府
就是原政府总理基里延科，而且呢，基里延科当时作为叶利钦时期的政府总理，他在政府中只担任了8个多月的政府总理，然后呢就到能源部和核系统的这些部门任职。实际上，基里延科一直是普京的坚定的支持者。普京把他请回来之后呢，特别是普京连任。去年连任，而且呢，今年的这个宪法公投，这一系列的东西，俄罗斯媒体认为都是基里延科的一些杰作。应该来说，特别是在此次的这个宪法公投中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地区反对普京的这项公投的方案，包括共产党控制的一些地区，比如说伊尔库茨克啊，包括霍贝加尔斯克一些地区啊，他的这个反对这个宪法的这个这个投票率呢，还是有一定概率的。比如说涅涅茨自治区也这次成为唯一的一个俄罗斯反对宪法修正案地区最多的这么一个区域，他的反对的这个人数啊达到了44.42%。当然了，很多专家这样解读，因为涅涅茨自治区啊前不久他准备与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进行合并，但是呢，由于这个老百姓反对合并的公投，克里姆林宫不得不把这个公投停了下来，所以这次在涅涅茨共和国有44.42%的人反对，也是相当的正常。其次呢，在莫斯科，特别是克里姆林宫所担心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的这个全民公投的这种结果，莫斯科到今天为止呢，62.33%居民表示赞同修改宪法，有37.67%的选民投了反对票。那么俄罗斯反对派也是认为，特别是在此次的这个公投中呢，俄罗斯包括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地区，包括阿尔泰、雅库特、堪察加、哈巴罗夫斯克、安哥拉、克雷马以及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托木斯克，投反对票的还是大有人在。好，在北京现场，我们请教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江毅研究员。好，江毅先生，我们看俄罗斯这回的宪法公投啊，基本上对于普京来说就是尘埃落定，没有任何悬念，使得他的权力能非常的稳固持续下去，接近于准终身制的状态啊。所以这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来说是意味着怎样？为什么会为普京特别设立这样量身定夺的一种制度？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这一次的这个宪法的修正案。第一个方面来说呢，还是为2024年以后的整个权力结构的重新安排，包括重新的这个人事的安排做准备，也就是权力的过渡要开始提前做一个布局。这个过渡的布局不仅仅是涉及普京一个人的问题，这一点普京是想实现一个过渡的平稳。第二一个方面来说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讲的，这一次公投实际上是对普京的一次考验，是一次信任投票。投票率这么高，支持率这么高，这应该说接近跟他去年的这次总统连任啊，应该说是几乎不相上下。这也反映出来了，尽管在疫情期间，很多的这个俄罗斯民众还是仍然支持普京，相信普京。根本的一个原因，我认为其实反映出来的是，现在在俄罗斯政坛上缺少与普京能够决力、能够与普京相竞争的人选，不管是在反对派还是在政府内部。这也反映出来目前俄罗斯的整个政治结构，包括这个权力结构的一个特点。好，我们在纽约现场啊，特别要请教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教授。好，孙教授，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美国的这个角度再来看俄罗斯这回的修宪啊，包括普京能够继续永远的执政下去，可能对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来说，他也是持续在关注这个变化。那对于这样的一种结果，可能也是强人想要能重复的，但是美国的制度显然不可能给他这样的机会去做一种公投啊，您的分析。
俄罗斯其实现在情况也未必那么乐观啊，因为它失业率在大增，有人说它有450万人在失业，然后呢，新冠疫情你看它在全世界也是高居第三、第四位，除了巴西以外啊，美国、巴西，然后就是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普京这个他的，我把它总结成高压式的这个治理啊，爱国主义加上有限的自由主义，因为他毕竟允许一些反对党的这个存在，啊，他这种把这种治理模式呢，也在固化啊。那么美国方面的观察呢，一般来说理解成这个他的普京之所以权力这么稳固，他有三大法宝，一个是就他上台以后呢，从这个媒体管理媒体上他非常的这个在乎啊，有塑造自己的形象，然后呢这个。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啊，现在已经深入民心了。然后呢，他第二个法宝就是他对自己的对异己啊，或者是其他的寡头啊，进行了一些打压啊。所以呢，这个现在你说没有其他的人选，是因为他这个非常在乎这个巩固自己的权力啊。第三个呢，就是他在国际上宣传这个民族主义啊、爱国主义啊，你不爱国就类似于相当于要叛国啊，一寸领土也不能让。这三大法宝呢，让这个普京权力不断的得到巩固。那么特朗普呢，现在对这个他从来不太评论俄罗斯的内政问题，他对普京有一种私人的情感啊，非常浓厚。有人说他从赫尔辛基那次见了这个普京以后，当时好像本来美国的智囊叫他只见20分钟，象征性见面就可以了，结果他一谈就谈了2个多小时啊，只带了这个私人翻译，然后呢这个他出来以后就像灌了迷魂汤一样，走路都有点摇摇晃晃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我觉得他对这个普京这种推崇啊，从这个前一段时间 G7 这个他见普京，急于见普京，想跟普京这个重续旧缘，然后比见这个默克尔比见其他领导人还急切啊，他这种心情可能还会延续，情节还会延续下去，但是美国国内反俄厌俄的这个情绪也很浓。好，在莫斯科现场我们继续请教宇光啊。宇光，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普京个人形象啊，这个 IP 打造的非常成功啊，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很喜欢他，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在他身边是不是专门有这么一个包装宣传这样的一个机构或者是组织在不停地打造他的形象，那接下来他为了接下来的任期是否还会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宣传？是，普京他有专门的团队来对他进行包装，包括这个摄影师啊，包括视频系统啊，等等等等。我还要再来补充一下，我觉得普京还是有一定的危机感，特别是这次公投之前，包括俄罗斯到今天为止6760例。冠状病毒，而且到今天为止呢，已经达到了661165人，这样的一个态势下，特别是前一阶段莫斯科进行一个隔离，而且呢，普京已经感觉到民众对这次公投所产生的一些消极的一些对峙的一种这个趋势，所以呢。包括俄罗斯的一些反对派，特别是可以看到俄罗斯共产党之前他是弃权，那么这次久加诺夫就说要反对，到今天为止俄罗斯共产党已经表示，俄罗斯这次远程的公投，特别是在莫斯科有很大的作弊性，在莫斯科有一个那个投票站，这个视频已经记录到在里面作票，当然了，中央选举委员会就把它作废了，这个选举站的所有的票据。可以看在这次的公投中，特别是在远东一些地区，西伯利亚地区对普京的特别是在疫情之间的这种表现，以及国家特别是对老百姓的一些社会福利方面的这种许诺，特别是前一届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讲了很多，但是最后都没有达到，而且民众对他也特别的反感，普京也把他拿掉了，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趋势，普京还是感到有自己的危机感。应该来看到，包括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普京现在让他担任这个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这就意味着普京将来比如说有什么想法的话，我觉得梅德韦杰夫很有可能接他的班，
两个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只是执行的国家的治理的方针不一样。其次呢，包括基里延科，基里延科一直是这一次宪法公投的一个设计者，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成功。普京的这个形象不管是打造包装都是相当的成功。好，这部分在北京现场请教江毅先生哈。江教授，我们看这就说明一个真的一个明星在那之后，他可能下面的一些班子在不停的运作操作，但是光芒可能很难能反射到他们身上。所以我很关心的就是说，普京目前面临的压力，尤其是首当其冲是疫情，但可能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挑战，在他的班子的构建上，是否能给更多的青壮年一代更多的机会？确实这个对于普京来讲，包括对于未来的俄罗斯发展来讲，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同时也是一个挑战。这一次从修改宪法，从它的整个发展脉络来看啊，去年年底就提出了修改宪法，最开始没有涉及到所谓总统任期清零的问题，而到了三月份突然拿出这位一个方案。为什么？主要原因应该说就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已经大家开始认识到了2024年是一个重新洗牌的一个过程，各种力量都在蠢蠢欲动，使得这个中间已经开始出现了，普京自己也能感受得到上层权力机构不管是工作的积极性还是对权力的这样一种期望，都已经有了一些不太确定的一些因素，所以才有了三月份的这一次重新清零的这么一个说法出来，就是要确定普京仍然是有可能在2024年继续担任总统，打消大家的一个念头。但是从现在的整个年龄构成来看，老的禁卫军肯定是要从2024年开始就要逐步的退出第一位了，很多的年轻人要提拔上来。其实在此之前已经看到了总理的这个人选的这个更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会要担任各个层级的领导人。这样一个权力的重新洗牌以及重新的人事的安排中间，第一会涉及到权力各个权力集团在这个中间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会反映到普京那里去，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整个接班交权的一个平稳的过渡。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更多的年轻人是不是能够迅速的熟悉自己的工作，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切入到实际的工作区，并且与一个老总统配合起来，这也是一个考验。好，下节我们关注一下稳定的俄罗斯和大选年当中的美国会有怎样的一些关系，一会儿见。欢迎各位回到现场，继续关注一下美俄的关系啊，请出各方嘉宾做深入的分析。纽约现场我们首先请教的是孙哲主任。好，孙教授，我们看一下美俄，因为在当下对于俄罗斯来说可能更在稳步的往前推进，既定一些政策，那美国显然还是在这种两党竞选的大的一个 PK 当中，可能很难集中到一些现有一些重大的选题上。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俄的关系走向您的看法。现在这两天美国媒体啊，这个炒作最多的就是在阿富汗的这个悬赏杀手啊，击杀美国人的这些事件。那么当时呢，这个但是现在已经陷入一个罗生门啊，就是说这个有几种版本，有人说这拿钱的，《纽约时报》跟进报道说拿钱的未必是塔利班本身，而是这个其他的犯罪分子。那么Biden 说他也听到过几个版本啊。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揭示了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首先是真假不重要，但川普他确实是他不太重视情治机关给他汇报的一些关于俄罗斯啊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重点的包括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情报。他需要看图说话，他需要看一些有这种图表啊或者图画啊他才感兴趣。这揭示了他对情报系统的这个忽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揭示他现在美国军人也可以有投票权，所以你如果不保证作为一个三军总司令啊，不在乎这个军人的生命安全，那么特别是这个俄罗斯如果真有这种计划的话，对川普是个杀伤力很大。我觉得现在美俄关系来说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他缺乏一种这个集体性的或者是制度性的对话。除了川普对普京的这个个人的推崇啊，或者是英雄惜英雄啊，投桃报李这种心情之外，两个国家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交流。
第二个呢，这叫无交流。第二个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啊。现在普京他身段很软，那美国疫情爆发以后包了一架这个军事运输机啊，直接送一些医疗产品到美国。然后呢，特朗普也投桃报李，也说对俄罗斯也提供相关的这个援助啊。然后这个普京说，我们无意跟美国竞争。以前这个军事谈判啊，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普京设定了很多条件，但是现在说没有条件，我无条件对话。对美国的身段极为柔软啊，那么这无交流，但是呢，结论就是没有什么希望啊，因为这个现在呢，这个美俄它的冲突啊，还是在其他方面，包括对世界格局的看法呀，乌克兰呀，叙利亚呀，在短期之内，美国国内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厌恶程度啊，还很多人啊，包括这些他的国会议员都说。这个几百万上千万的美国人有权知道这个到底川普是不是普京的玩偶啊，他们俩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啊，俄罗斯的就关于这个俄罗斯的秘密档案是不是应该得到公开。所以这个三无没有对话，没有交流，但是没有大的冲突，也没有什么任何希望，形容了现在美俄关系的走向。好好，这边在北京现场请教一下江毅先生哈。江让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这就好像比较冷淡的夫妻关系，没有什么交集啊，互无需求。但究竟美俄这样处于一个大国，这样的状态正常吗？对俄罗斯来说，如何来研判对美的关系呢？对于两个大国来讲，当然是不太正常。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是有些着急想要修补关系，俄罗斯在这方面并不急，主要原因是疫情发生之后，俄罗斯国内都普遍认为俄罗斯现在在大国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是最有利的，各方都对俄罗斯有所求。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应该包括在修补对美关系方面，应该说他肯定会要提高要价，要更多的这个提出更多的要求。但是反过来说，现在美国不管是在大选还是不大选，包括大选结束之后，美国现在可以提供给俄罗斯的这种筹码实在是有限，双方的这样一种关系恐怕这种僵持的关系，同时双方又想保持一定的这样一种比如说是不恰当的这种夫妻关系的话，恐怕这种心情还会保持下去，但是想要重新修好这个关系，使得双方更加密切，现在应该说时机还不成熟。像平行线一样推进。好，非常感谢各方嘉宾参与节目分析，感谢收看，再会。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太多。